所以我说这事儿你别再查下去了，安心把官司打完，如果你一审败诉的话，我会接着帮你上诉。谢了，不劳费心了，我来帮他就可以了。你好，韩生。高俊。久仰。幸会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在跟踪我吗？没有啊，老九今天出院，我来帮他办出院手续。高丽晚上有空吗？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？我还约了客户，下次。那好，下次。高丽有事儿先去忙吧，我送着真真。那您先去忙吧，回头电话联系。好，那先这样，再见。再见。我以为你不知道害怕呢。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找你不需要时间啊。睁开眼，不愿醒，你出现的梦境像流星，抓不住若即若离的身影。明知道是陷阱，任冰冷谎言冻结心情。没事，有我在。慷慨无私的